真可惜，伊本来是先秀，遮大个稳定，伊所无法度现清个字，主人已经在下面啦。敢若为着一百囡仔，伊无法度为教出来，咱是毋是会亲像即个萝卜共款？虽然领受恩典，亲像无领受共款。即个萝卜亲像无听清楚主人对伊所讲的话，伊认为主人是答应伊所求的，伊所求的是啥物？要宽容我，我免拢行，我免拢做行。伊无明白主人对伊的赦免宽容是完全无留记录的，赦免是无条件的宽赦。伊无体会主人因着怜悯，将债务一笔勾销的恩典，直到伊出去拄着伊的贪官，就安尼压迫伊爱还钱。当咱无饶赦人的时阵，咱就是袂记家己已经领受上帝赦免的恩典，咱还阁活伫迄个罪的捆绑内面，这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，真可惜的代志。所以有人讲 ，forgive is to give, forget is to get。当你会点饶恕的时阵，你就是。一点啊，互别人恩典。当你袂记得对方的歹时阵，你就是在得到恩典。另外有一句话讲 ，Love desires to give and praise。为心内饶恕，就是爱有耶稣的怜悯，有上帝的疼。当咱有上帝的疼时阵，咱是确保去。予别人分享上帝恩典，咱是确保去祝福别人，因为有疼在内面。这就是上帝对待咱，伊疼咱，所以予咱是主伊的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。伊疼咱，所以是要爱咱得到祝福。伊用耶稣本身。来做这个赎罪，为咱定时一个来描写咱写了家己的生命。保罗讲，既然上帝怜悯咱，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咱，上帝有留什么福气是不爱予咱的？咱是不是活在上帝福气内面，心内拢无什么捆绑？咱无爱亲像。一个毋知影感恩的萝卜，主人已经饶恕伊遮济，伊却无法度去饶恕欠伊一百囡仔的贷款，是非常可惜的代志。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姊妹，伊看到一个姊妹的冰箱吼，搭一张纸吼。阮家若有有人看到伫报纸内面真好个消息，真好个资料，加起来吼，搭伫冰箱，互大家当去看吼来分享。那即个新闻伫冰箱内面报纸吼，那报纸画真济，即个甲亲像无人机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牧师，唔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吼？一只一只那像无人机，牧师就来问讲，这记号是啥物意思？一个姊妹讲，我伫记录我的先生到底得罪我几摆，因为耶稣讲来原谅伊七十个七遍，所以我伫记录拢走去几遍啦，到四百九十一遍我就无原谅啦。这是耶稣所讲的意思，七十个七百不是四百九十遍，是对心内完全的饶恕，无条件的饶恕。
无存留记录的要求。我相信咱听这出来冰箱无即款白纸。我衷心的愿望，咱兄弟心中永远毋通有即张白纸。请咱甲头听到。最后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来恳求，知影阮靠家己无法度活出你的好。阮常常欠缺主的恩典。即时，我来到你面前来恳求，求你将你的性情放伫阮的心，让阮会当靠主徛在，让阮会当靠主去摇醒，让阮会当靠主手术的困难去疼遐个无可爱人。靠阮家己做袂到，但是你爱阮做，只有一个方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就是将阮家己顶死伫十字架，你才会当活伫阮的心内，只有阮死，你才会当活。我若无家己将权威、将宝座让出来互你，阮又愿家己做主、做主人，阮就无法度活出你的水。予阮会当对一个宝座落来，立志伫阮的宝座，阮会当来应过你的名，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